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醒醒！哎，我儿子在睡觉呢，别在那演琼瑶剧了。你混蛋！混蛋也比骗子强。呦呦呦呦呦！哎呦，这能演啊，又假模假式的，哭了。哎呦，你看，你不去当演员拍电视剧真可惜了。我还不知道你心里打什么算盘呀。 偷抢不成，改骗了，是吧？调集眼泪，想把孩子带走，没用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啊？你说你要把奔奔照顾好，你就把他照顾成这样，吵什么吵？这里是医院，不是菜市场，要吵出去吵去。外边说。不行，姐姐。 转来，我问你，冷静点啊，别把身体气坏了。老朱啊，奔奔这是怎么了？伤成这样？什么怎么了？我打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打的？啊？怎么了？老子教训儿子，天经地义啊。书上说了，树不剪枝不挂果，玉不吊着不成器吗？他不学好，我不得打吗？你就是靠打教育奔奔的。棍棒底下出孝子嘛。这老朱家传统。 他再不削我还打他！你敢！别，朱耀飞，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文化人不会动粗，你再敢动朱奔一下，我就……你怎么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呦呦呦，哎呦，这几年不见，你改心路了呀？啊，我朱耀飞别的缺点没有，还就一点人善良，啊，人比较柔软。想当年你躲在女人背后啊，在那哭鼻子抹泪装可怜的时候，我拿你一点办法没有。 哎呦，这几年不见，你改武行了呀？哎呦，你行，这一天我等了好多年了。行，想动手是吧？是个男人就动手。来，我怕你吗？别拦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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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话好好说，怎么又打起来了？慢慢说。老牛，你听我说哈，你别看这家伙戴个眼镜，装了个绅士似的，一肚子坏水啊！我这么有才华一个人，半辈子为什么混这么惨呀？都被他给搅和的，啊？他到现在都不知道找个地方去惭愧。 还给我动手，唐文山，我真奇了怪了，你俩对我就这么羡慕嫉妒恨呢？我什么事你都掺和呀？老朱，你别打岔，你说，你有什么资格打奔奔？我太有资格了，我是他老子，我儿子爱怎么打怎么打，关你什么事儿？当然关我事儿了，什么事儿？大事儿，屁大的事儿。哦，你当年把人孩子妈抢走了，还想当孩子爹呀？ 你真以为自己是根葱啊？谁陷害你当呛锅？唐文山，我忍你忍了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忍不可忍。哦，不不不不，到底谁抢谁呀？什么谁抢谁？我儿子谁也别想抢走。朱耀飞，我实话跟你说，我才是。老唐，你才是什么？我才是忍无可忍。朱耀飞，我不跟你这种没有修养的一般见识。 我到公安局告你！哎呀，上什么公安局啊？没那么大事儿。我跟你说，老朱唐儿子还疼不过来呢，他怎么会打儿子呢？真是的，是吧？那奔奔怎么会成这样？他不就是老朱把那相机摔在地下了，这孩子就反常倔了。让我这爷儿俩这一弄来弄，这他一下摔倒了，把脑袋给磕了。那也不说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轻微脑震荡。你不别跟他说，你让他到公安局告去，顺便把这事情干得欢日都说说。我就去。好，我再去。行行行，告诉他，哎，先看孩子去，先看孩子。朱耀飞，我问你，你打奔奔就是为了照相机？对。 偷家里钱去弄相机，我老朱家还没这个家风，当然得教训了。我不能让他长大以后像你一样，能有光亮往哪儿飞。朱耀飞，我承认，我以前是对不起你，我伤了你的心。可是自从你把孩子抱走那一天起，我没有一天过过安生日子。这么些年。 我每次都在想着我怎么补偿你呢？我什么委屈我都受，我打掉牙往肚子里咽。可是你呢？你为了你那一点点面子，
你为了你那点面子，你除了伤害我，你还想做什么了？哼，你成天想拿钱补偿我是吧？啊，你那想换回儿子，你那是补偿我吗？你这拉拢腐蚀，我知道不知道？我幸亏是个平头老百姓，我要是个干部，就这一点都能判个十年八年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对孩子好一点怎么了？奔奔他马上就要高考了，这一年对他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吗？我不就是想带到家里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吗？我有错吗？哎呦，你想给儿子弄个好的学习环境啊？我谢谢你了啊，有我这个当爹的在，不用你操心。这么多年没有你，我们过得真挺好，我们爷俩。你看，没有你吗？照样把儿子培养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我还告诉你啊，孩子上大学更不用你操心，钱我攒够了，绰绰有余啊。他想要什么给他买什么，他要最好的相机，我就给他买，佳能、五 D 兔、五 D 思锐，啊，就是不能偷家里钱，去弄相机，现在明白吗？偷钱？嗯。哎，卓飞，我说你能不能用点脑子好好想一想？那奔奔的品性你不知道啊？他是那种能偷钱的人吗？我老实告诉你吧，那包、手机、相机，那都是我给他买的，没花孩子一分钱。这孩子前几天在唐文山的影楼兼职，他不小心摔碎了人家一个照相机，要赔2000多块钱。当时我就说我替他还了，可这孩子不干，他一分钱都不要我还，他非得出去自己打工赚钱。你说你把孩子想成什么了你？我原来这事是你们在里边掺和的是吧？我就知道是你们掺和的。拿钱腐蚀不了我啊，勾引我儿子这种歪风邪气，亏你干得出来。歪风邪气怎么了？歪风邪气怎么了？我愿意，我儿子我愿意。这个破手机是你给他的吧？啊，拿回去，这种歪风邪气在我们家坚决禁止。这是我给我儿子的，你没权利还给我。我是他老子，我儿子一切事情我可以做主。姓朱的，朱奔的生活我也可以做主。我现在是不想影响朱奔的情绪，但是我警告你，你可别太过分了。我是他妈妈，他是我儿子，我有权利做他任何的事情。我警告你，我现在不想去法院告你，我不是因为怕你，我是念在奔奔的情感上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他的父亲，但是你别太过分了，你别逼我，你要逼我撕破了脸，到时候可由不得你。我今天把话撂着，你自己掂量掂量吧。